嗨，你好，我是牛奶爸。有部分的网友呢说奇怪，那个为什么那个影片的声音很小声？结果发现好像是神送的 Note 3，还有红米机的声音最小，然后好像怎么调都调不大。后来上网去看一下那个网络上的留言，有人网络上讨论区有人说。只要把它那个播放的那一条把，就是按暂停之后，然后拖拉一下，然后再按一下开始，让它去播放，声音就会突然变大声。啊，我不晓得是有效还是没有效，不知道。然后就去上那个拍卖去买了一组麦克风，好。OK，好，然后就买这组麦克风。那这组麦克风呢，2400块左右，哦，两千两百多块啦，哦，2200多块。美国制造的，美国进口的，Meter Mic，USB 的麦克风，哦，这是 USB 的麦克风，长这样子。有一点重量，大概有四颗的小型干电池的重量。然后可以把它打开，这样，好，打开，这样子，然后可以把它摆在桌子上。好，它底下这边有橡皮垫，好，底下这边有橡皮垫，所以可以直接摆在桌上。我看一下，摆在桌上，摆在桌上的样子。那如果你觉得太高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角再往上开一点，把这样也 OK，高点也可以，好，比较方便是它这个角，因为它这个角可以你自己随便你折嘛，所以你要弄什么角度啊、高低啊，好，都可以。那前面这个地方。前面这个地方有旋钮，哦，这个旋钮应该是在调敏感度的吧？因为我还没使用，所以看上面说明好像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黑色这是静音钮，就按一下就静音，再按一下就可以继续讲话，就是把麦克风关闭的按钮。好，那这一面就是直接对着嘴巴，对着声音的，对着嘴巴讲话。那底下这边呢，有一个底下这边有个洞啊，这个是可以让人家去装那个支架。譬如说，你今天是那个，就是麦克风的那个 stand，哦，就是那个插麦克风的那个支架，然后可以立着，好，然后。后面有一个 USB 的插孔，USB 的插孔，接 USB 的线，在这边，我这边有 USB 的线，这里 USB，好，所以呢，这一端就是接麦克风，这一端接麦克风。然后这一端就是接电脑，哦，接电脑，然后它就可以直接把声音录到电脑里面去。好，OK，等一下来试试看吧。那希望以后呢，可以让那个录音更清楚。哦，它送一个袋子，然后这个袋子就可以装，那里面还有，好，这个说明书，哦，说明书。
说明书有，哦，还有这个保固卡，保固卡。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去回填这个，然后寄到他们公司去的。大家都上网注册了啦，不会去填写那个保固卡寄回公司。好，啊，这个说明书很棒，全部都是英文的哈，全部都是英文的，很棒。哎，看不懂哦，看不懂。OK，好啦，这种东西哈，用一用就懂了，不太需要看说明书啊。啊，不然就上 YouTube 看一下就懂了。不过我昨天查 YouTube，全部都是外国人，好像有欧洲的人，有美国的人，可是就是没有说中文的人就对了。所以我才想说，好吧，把它录起来，因为中国人、台湾人说中文的好像比较少人买这一支。OK，好，就这样，等一下开始测试咯。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这支麦克风和手机收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等一下呢，我会先放麦克风的声音，先放手机的声音，然后再对比一下麦克风的声音，然后再看一下字幕，看有什么差别。好，我来念一段这本。一周赚进300万这本书里面的其中一段，网络行销的神秘世界，商场上真的有一个神秘的世界，虽然大多数人都从未听过它，但这个世界却充满了多彩多姿的特性。在真实世界里，由贫致富的故事，以及近乎毫无限制的机会，这是一个可以凭空创业的世界。从某个点子开始，几天内就可以见到它出现，而且通常几乎无需任何投资。这是一个凭直觉创业和经营事业的世界，即使以一些最基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连一位员工都没有，在自家创业，都可以在锐意的经营下，让它成为一家拥有数百万美元身价的公司。这是个丝毫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世界，可以依自己的时程表经营事业。只要你喜欢，拿起它到夏威夷去又有何不可？或是像我那样，随时拎起它到科罗拉多州的崇山峻岭间，一边悠游的享受，一边办公。这是一个无需大笔投资便可以在创业之路上起步的世界。在这样的地方，你大可自力更生，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便能一路迈向成功，而无需筹措任何资本。好，这是前面的章节。这个 Jeff Walker 在介绍他当初跨入这个网络行销的神秘世界，然后从一个家庭主妇，一直到一周赚进300万的故事。这个音效跟手机收音的音效有什么不一样？